下一对是文学林贤夫妇，来，两位计时开始。哎呦呦，这个难度，有难度了，加油，就那么点下吧。好嘞，速度越来越快了啊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百发百中。文学的表情太逗了，哎，他是靠表情吃饭的。哎呀，两位把眼镜摘了之后，哎呀，视力没有减退，反而更加的，哎呀。我操！掉在地上了！哎，看！哎呦，哎呦！要不要这么搞笑？搞什么？两个人太可爱了！告诉大家，他们拿的只有44秒，而且刚才本来有4块的，真的超厉害！表情最重要，我爱你们，亲爱的，加油！